Hefanika was de Gaila, Regasangayam, Yaminua, Rimalungan, Langui, Nakdonglian Jar, Lam Thong, Kuatan, Habam, Yahmoi, Mamanran, Gaila, Nukakamamanran, Mina Rishka Thapa, Sibalut, Regahuyan, Rinoton Akuyatan, Shaythaso, Viatomal.在哈湾，每一夜，闽南人马龙龙安拉浪尾，端午连假人买朗诵噶苦花坛。哈湾每一夜，人马慢慢燃，三百又五个不给的阿是干嫩。在伊那林屋，吉达恩在噶噶会演伊座，啊哈啊哈，蒂那不噶三百，那肯尼是不乐哩啥啥，谁不安呢？不傲慢，努那吉马达哩啥？伊尼诺噶噶慢慢慢然，比努乐噶三百，不傲海谁在做噶经伊耶？嘛不傲海噶乌咩？我们的那个游客的品质啊，真是还是很差啦、啊。到处都乱丢垃圾，让我们造成很大的困扰。像我们在那个苦花潭入场这个苦花潭哦，水源保护区啊，也不允许人家去游泳，在路口也有设立了很多的标志啊，他们好像看不懂还是听不懂。东河村大屋基公社，屋基公社在苦花潭南澳，每日是不是有阿汉？有每个是八一拉是，伊那今年嘛阿们海子阿那汉，谁在做嘛嘛阿阿的？今年每一日个都是阿来人来浪尾，不乐个咋办？最近哦，我们也想说，请派出所或是我们村那个我们这部落的居民用先劝导了。当然我们因为这几天各景点哈、哦、游客量多，而且垃圾量也非常的多，甚至于在狭窄的产业道路都单边停车，也造成很大的一个交通事故。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很多居民都非常的情绪化，就希望说做一个封闭，到政策改善了之后，我们再来做一个开放，当然是有一个配套。有一些配套的一个开放。东河村大屋基公社，是不是拉什若汉南安在办案呢？马达瓦噶自然汇报，吉沙亚桑麦然让纳吉诺米亚拉瓦噶噶迪什阿拉扬，尼阿维亚答应比那巴多罗多。